谢谢，谢谢大家，给您换一场。您等会儿，这都踩我脚了。不是，等会儿这什么意思？这位是，这里还有个人呢。这叫什么话？这不这么多人呢吗？我认识你。哟，我可不欠你钱，宝儿。我知道你啊，知道啊，说相声的，嗯，德云社的，对对对对，曹鹤阳的是你不？我不是曹鹤阳弟，我是曹鹤阳，哎，是我啊，是你不？对对对，是我是我，难在那个电视机里边就瞧过你啊，电视上还瞧过吗？当然呀，就你们德云社有一个团队的综艺逗笑社。德云逗笑社那个不是电视上放的呀，那是个网络综艺啊。网络综艺放在哪里啊？放在平台上看的呀。平台通过什么播出啊？通过电视。跟你老人家聊天这是放风筝来的啊。放倒着倒着就倒出头来了。这倒出头驴来了。行，你什么事儿你说。我就看过你。哦，认识我。电视上认出来了。哦，这是见着真人了。哎呦嚯，你可比电视里边胖多了。不对不对，应该电视里比这儿胖多。你管着管着。就认识你。什么认识什么？你长得也挺面熟的是吧？你长得跟那个逗笑社里一个疯狗长得特别像。我是不是小时候抱着你的照片跟你父亲长得也挺像的？是不是？是是是是，抱狗呢，边上还有呢。你有聊没得聊？你爸爸小的时候就抱狗来着。你要干嘛？我就知道你啊。我们村子里边都爱看你们德云逗笑社吗？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家都拿 Switch 看是吗？你不是遥控器吗？遥控器一手就行，看嘛俩手倒。电视机吗？电视盒子吗？两个手吗？哦，你们还用电视盒子？那当然了，这里边村村通网络吗？哦，好。哎 ，WiFi 农村城市全覆盖吗？哦嚯嚯，那当然了，都知道你，啊，知道我，都认识你们，嗯，想让我们呢，也想办一个，你们管这个叫团综吧。你们也想录一个？哎，我们想录一个村综。村综？对的。那行好办，架着机器就录了。不不不不不，咱们是什么呢？咱们不能是平白无故的就愣录。你现在这样就是平白无故的愣录。哎，我们村综呢已经拍成电视剧了，乡村爱情。对对对，这个行，我这个脑回路还行啊。我能说相声不？啊，脑回路还可以，是不是？但是这个思维跟你们这个相声这个，哎，挺好，挺好，包袱的这个形式还能够上吧？只要你这个表情模样挺好。哎，对了，嗯，我觉得你，哎，我们那个地上呀，你先不要觉得想的什么啊你？哎，老师，哎，为什么你们这个地上就别的地儿啊都挺好的，嗯，就站在这儿的感觉比别的地方稍微矮了一点点？今天逗哏演员有胖子吗？先说个，啊，这他拉着啊，真是，你们这是砸耗子来着？感觉这塌下去。你先忘，你掉不下去。我不是我，我刚才这个可能我这掉下去也变不出兔子来呀，啊。你蹦坏了，你还得赔。我刚才呀，其实就跟您客气客气啊，客气客气。但是具体你要问我，你这个说相声的条件呢？这样我评价一下啊，首先来说，相貌堂堂，哎。仪表非凡，那爱听不爱听？是不是打生下来就没人这么跟你说过，对不对？对不对？那是咱们村子里边第一美男子。哟，那这个村不去就不去吧。这那是咱们这个村子里边的海王。你是你们村的海王？虽然我们村子不靠海啊，但是他们都这么评价我。就说我是海王真尊。你以为是海王金尊？你不是我天天我为了救活这个称号，咱也不知道嘛意思啊。我为了救活这个称号，我天天拿着个粪叉子上门口站着。哎呀，他们村的女的眼瞎了是吧？行，好，接着说。哎，这什么意思呀？这是啊，就说你帅，就说你好啊。行了，就说你在村里的人缘特别好。那当然了，是吧？那当然了，就海王没错。难咱们村子里边那帮哥们全找我喝酒。嗯，啊，你听我说，你不说相声你也有前途。你上你们村应聘那个妇女主任，这都能应聘上。别飞了，就你这小眼睛还飞呢。哎，怎么了？我的意思是单论说相声，您这个形象啊、身高什么都挺，挺带劲的嘛。你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没有嘴。什么叫？
没有嘴呀、啊、这我没有缺陷呀、啊、说相声有鼻子有眼有嘴四肢健全头脑跟得上我有什么缺陷不是我说缺陷是针对这个行业扇子我也会用耶、不是您等会儿等您等我是说针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您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有点想不到呢这是我的意思您的普通话不标准你说别你别去过谁你去过你给掉地上把人捡起来了是吧你看我都给大伙逗乐了我这还有致命缺陷他说我吗说我你再说一遍普通话不标准就这句最可气了怎么可气了我这个普通话不标准对你说话都有口音我都没举报你就不错了我说话有口音对呀你说这什么话你先告诉我普通话呀你说这是普通你这是掉井里的话扑通扑通的你这个你那个是方言我们这叫普通话你那个普通话我们这个普通话不对我们这个普通话说的还可以可真可真你别老拐的我行不行不是我普通话你说你听不懂吗我听得懂那不还是不是说相声你不就是为了让人听懂但是给人家逗乐的吗咱俩这交流不好挺好吗咱交流是可以但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普通话是一定要标准我没有打算干专业呀、啊对他们只要拍村宗对主要是对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在节目表演形式上可能会有一些方言土语我就演这个方言土语的节目呀你不能演一辈子方言土语啊你们这不有一个离合表吗标的是他都能干相声演员我为什么不能干不是你说的干相声演员是他打相声演员的不对呀跟咱们那个地上看的新闻不一样啊这个新闻都好多年了咱们看的不是大笑人、哎、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这场演出特别的成功 哎你演完出之后啊媒体记者都来采访你你用什么话跟他们聊谢谢大家你怎么就不免哎呦还要怎么客气啊我行了不给你留面子你这嘴就说不了相声怎么说不了了都能听得懂都能给逗乐刚才那逗的个儿你的普通话不标准所以你说不了相声我普通话还要多不标准啊你得先普通话标准了你才能开始练我们的基本功啊你就是为了说我这个普通话标准了、哎、我能练你们那个基本功、哎、开始培训了对你们是嘛基本功啊基本功不要连着说那么快啊基本功对是什么功基本功对呀、啊、就是什么功我练你是练那个气功啊还是什么功基本练嘴劈砖练嘴别劈砖拿嘴丢砖头那这个你能来你能来拿嘴丢砖头不是那是什么功啊基本啊基本功绕口令你说绕口令不就完了吗哎呦我不对了又是说绕口令你打听打听啊那在咱们村子里边说这个绕口令说的啊啊就是能把自己绕住了这叫能耐啊不绕嘴令吗你可能绕的是脑子可能是我不是你说不了你没事咱谁知道啊较劲是不是你说一个知难而退好好行 我说练功嘛不得一下一下练这样好我说一个你跟我学如果学上来了我就收回我刚才的话好不好啊行你得你得考我呀知难而退对不对你们不你们不也得海选吗啊那是过一阵的事你可以去那个去选一下啊对对对可以听着啊因为太难了来来听好啊说的说那个难上来听啊说啊我一说我就出警来了说哎说吧你说不说呀我这是电门我一张嘴你就说话那你说呀我现在说啊你别说话啊听着啊说吧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来说呀说完了这就完了啊还想怎么着可以了这是绕口令吗是基础的很简单这绕嘴吗谁听出来难度系数高了你先说我们先听一听你先说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一句话的就叫绕口令了你先说哎呀呀呀你再来一遍吧你不是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我没记住啊好行听着啊说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得了，这个东西简单至极，简单至极 ，so easy 哈哈。是你妈是不用担心你的学习了，我告诉你。听着，蛇，蛇，您等会儿，哎，怎么的？您这个蛇，蛇，这是什么意思？不得想好了再说吗？你这不像想好，你这像助跑，你这像，我告诉你，我一边要窜出去。听着，蛇，蛇。蛇的南边来了一个老头儿，拄着个棍儿，这叫绕口令说呀，完了，完了。对，您可能没太明，我让您说的是绕口令啊，不是中心思想。南边来一老头拄棍儿，完了，这不就是这个东西吗？你得说全了，说全呀，按我这来啊，你这来，你再来一遍吧。我都多余跟他来，我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得嘞，来，听着，蛇，蛇，蛇，还是助跑，我说，哎呀，蛇的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拐棍儿，拄着蹦白老头，什么什么，什么的，拐棍儿拄老头，他怎么拄的呀？这不插死了吗？这不就？哦，那个人他不是老头儿，那是他是天线宝宝啊，你知道吗？什么乱七八糟？看过那个电影吗？我看不是电影，不是电影，是啊，红的、绿的、蓝的、粉的，没有粉，你是紫的。我得找他们推电视，那个电视显像管的问题。什么乱七八糟？老头拄拐棍儿，我说成了呀，拐棍拄老头儿啊，说反了，反了，说反了，你倒着听啊，我怎么不撅着听呢？我是，哦，就得老头拄拐棍儿，老头拄拐棍儿，拐棍拄老头儿，不能拐棍拄老头，我怎么这不口音都带过来了？现在你学的挺快的，不用不用不用，啊，听着，蛇，又来了，蛇，蛇。顺着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啊，顺着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手拄着一个奶油冰棍儿，你再攥一手粘，你说多恶心！奶油冰棍儿，那不攥化了吗？什么棍儿啊？拐棍儿啊！听着，蛇蛇蛇。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奶油，不是说到南，说到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拐棍儿，不是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手蹦棍儿，老手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他凭什么打我呀？什么叫给我一棍儿？那个你不尊敬人家，我怎么不尊敬人家？你这张嘴闭嘴喊人家老头儿，他不打你。你也得叫人家老大爷，这不是绕口令吗？没有那么严谨，不用说的。哎，就老头就行，啊、就老头老头啊！你们这都怎么称呼的？你甭管怎么称呼，各位瞧见了吗？不是我难为他，他真说不上来。这么简单一句，他说不上来的。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蹦棍儿白，老头蹦蹦，老头蹦三蹦，他干嘛蹦三蹦啊？他蹦三蹦。他又拿起了棍儿，您行，您不要再给加剧情了。这个棍儿倍儿白，他是一个拐棍儿，拐棍儿可能成精了，这可能是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儿拄拐棍儿，老头儿拄拐，拄拐就不拐棍儿是拐棍儿，拄拐是那样的。老头儿说在南边，要不叫个救护车吧。你说不上来就说说不上来，这么大岁数老头一瞎溜的，妈呀，你这个老头啊，让你说的老头极其容易死半道上，我告诉你，你老折腾老头干什么呀？先甭说折不折腾老头，反正你说不了，你看就他这条件根本说不了，他能说上来我是他爸爸，我告诉你，说不上来说不上来。嘿，今天这个油库录像也是倒了霉了，没想到啊，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先走啊，走啊。
你要能说出来，我是傻子，行不行？别说傻子，行不行？这行吗？试试吗？这个人，你人，他这个人说话聊天都可气，怎么可气了？你不用使这个激将法，知道吗？这不是激将法。咱们农民是最具有智慧的人，我知道你具有智慧，知道不知道？这个脑子里边装的都是嘛，你知道吗？人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这个肯定是浆糊，我告诉你。你再来来，我来十遍你也不行。你再来来，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你别着急啊，你让人我等不了你，你等我下班了，我你不你我也下班了，你也别着急，我琢磨琢磨好不好？哎，不是你是不是有自闭症啊？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捅咕什么呢？你这。不是啊，我得分析啊，这有什么我得分析啊、哎、你看见没有，我为什么说不上来，他都为什么能说上来呀、啊、勤学苦练，我们练什么勤学苦练，他有这个窍门他不告诉你，哪有窍门、啊、你看见没有，他这个玩意儿他有这个节奏，什么节奏啊，他的这个节奏是啪啪啪空一下啪说的我们这玩意儿这么猥琐呢，我怎么感觉没有，哪有这个节奏是一二三空一下来，没有，这肯定他这个空一下就是个断句，别说错再换下一步，他肯定没。你看啊，你看咱试一遍啊，你看是不是十遍，是不是我总结的这个规律？你听着啊，十，顺着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绷白空，白拐棒棍儿。你看看，好，这。哎，你看，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指着翁白，白拐棒棍儿，你连起来说就容易错，哎，断一下就对了。什么玩意儿？我们练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这辅助啊！我们台上演着演着说，给大家拍一下，这叫什么玩意儿？你别拍呀、啊！那怎么着呀？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指着翁白，白拐棒棍儿，你得加上表演呀、啊！这是表演，您这卖萌来可爱的。手拄着蹦掰掰掰，那这怎么办？我知道是怎么有个坑了，你看见没有？你甭管，咱是不是说上来了？你这就是碰巧了，知道吗？你不用碰巧，你是碰巧找着这么一个借口，你才说上来的。你也不是天生的傻子，你不，你就是说不上来。你这个傻子绝对是后天培养的。再来一个行不行？再来一个，敢试不敢试？这么着吧，干嘛？跟你爸爸商量商量。那实在不行呢，让家里边再生个二胎。行了，我就定了这事儿了，我再要一个。再要你就第三个了，我说到做到，二胎我要了，好不好？可能是早了点，你敢不敢再来一个？敢不敢？这个说上来就得了，我还再说一个。不，我今儿跟你耗上了，再来一个敢不敢？我说上一个、就是，你敢不敢？我就问你，我可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听着啊，行，好，给你增加点难度，听着啊，说。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好，来。不是你绑他干什么呢？你关注的重点是不是不应该在这儿？你应该说上来。又鞠躬，你老鞠躬干什么？不是，就你得说上啊！不是，说你挺好的一个扁担，挺好的一个板凳，是吧？你绑一块叫什么呢？我们搬家，你管得着你？我们绑上我们抬滑杆儿。本是两个棒小伙，你管得着吗你？哦，行，你还棒小伙呢？你都中年油腻了，你还棒小伙？行了，我俩现在谁脸上油啊？哎呀，还挺注意形象，那不是符合我这个人物吗？挺着，来，十，板凳宽，这么宽行吗？谁宽？这无所谓，你爱说什么说什么，这么宽是吧？你随便，可以不？随便，哎呀，随便，你说吧。是，又来。是板凳这么宽？他等会儿，没有这么宽。啊，你看我刚才我就问你了，对不对？听着，我不知道问的什么。是板凳这么宽？你等会儿，没有这么宽，没有这么宽。这么宽，这么宽，这就是扁担了呀。
板凳宽，怎么多宽？怎么宽？板凳宽就可以了。多宽呀、啊？你爱多宽多宽，板凳宽，就这么宽，怎么宽？对，说清楚了就得了，你这个东西这没有必要急眼呀，对不对？就这么宽，哎、你急赤白脸，你跟谁呀、啊，对不对？多宽就多宽呗，你定着，你赶紧的，你别着急呀、啊。你说的时候我也没催你呀、啊，对不对？听着，是啊，板凳就这么宽。没有，就这么宽。你看我说这么宽、啊、哎呀，我的天哪！哎呀，板凳宽就可以了，多宽？这才叫问这句。多宽？就这么宽不？板凳宽，好不好？就是屁股多宽，他多宽，可以屁股多宽，他多宽。哎，你说清楚了就得了呗，你还不让人问了？好家伙，听着，是，哎，是板凳宽，别，这是个什么动作呀？这屁股多宽，他多宽吗？你这板凳宽也可以，板凳宽，这什么意思？就他多宽，他多宽吗？就量啊，量宽吗？借着劲儿揉起来。对，当然。您随意，我不管了，随意啊。哎，这现在到我 solo 的时间了啊。是板凳宽，扁的长。您还练过皮影对不对？扁的吗？跳这个飘吗？跳，扁的不都这么着抬着吗？随您，对不对？您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来，我这是我开心吗？这比种地都累呀、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相声的人少，没有农民多呢。啊，但凡脑子没毛病，快点吧！看看表几点了？你说的时候我催过你吗？你别乐了行不行？你他说的时候你也没乐成这个样子呀，这个绕口令没有这么高兴、啊、我说的时候好歹我还是个人。您别管人乐不乐了，人买票来人应该乐，你快来吧。是板凳宽，扁的长，扁的没有板凳宽，板凳不及扁的长。哎，这继续啊！我想，我说我们村长怎么说让我收了球之后再去呢？哎呀，这比割麦子可累多了！哎呀，来，好，努力啊，加油啊，争取一遍过，好不好？争取一遍过啊！行，是板凳宽，扁的长，扁的没有板凳宽，板凳不及扁的长，扁担上，扁担偏上。受累，我问问啊，这个板凳上哪儿去了？板凳搬走了，他俩不捆一块搬走的吗？板凳这个动作太累了。你要不给自己加这么多戏，他没这么累，知道吗？行，可以了，歇会儿吧。不是你这个东西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你这个东西它不合理。怎么不合理呀？不合理，哪儿不合理？挺好的一个板凳啊，你非绑个扁担啊，不伦不类。不是，他只是绑上，他又没怎么着，怎么就不伦不类了呢？就是不伦不类，行，不合理的我们不说啊，这又不说了，不说，不行，不能换一个，换一个，行，我现在爱看他说，现在、啊、不能再说了，行，他说一个绕口令比我们说一晚上相声还累呢，我、啊、不能再说了，行，再来一个，来简单的，再说一个，来简单的，好不好？你来，简单啊，听着啊，非常简单，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来，非常简单。简单，对，简单到我都没记住。你就说你没记住，不是太快了。他主要是为了让你歇会儿。我知道你刚才这样都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没听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怎么吐出来的呢？拿嘴拿牙往外滋。
怎么那么多问题呢？我不对呀、啊，我没吃，我上哪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他吃的时候为什么不吐出来呢？它是一个连贯性的故事。你吃这葡萄时候抓一葡萄粒扔嘴里了，哎，我拿嘴拿着牙把这肉跟这皮儿分开了，我把这瓤咽下去了，这皮儿流嘴里了。然后不吃葡萄的时候，嘣，把这皮儿吐出去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哦，就说这个人，就是嘴里边，怎么都得有一个葡萄皮儿。他爱嚼葡萄皮儿，哎，我就嚼不了，我一嚼浑身就酸的难受啊。就是他甭管他吃嘛，他嘴里边都含着一个葡萄皮儿。不解释，就这么理解，就这个人的存食呀。这个人是属鸡的呀。他这个腮帮子里头有素子吗？他这个人，你甭管人有没有素子，就问你能不能说。哎呀，这个人长得挺奇怪的。为什么一说有素子，你自己这动了动呢？为什么？我没有啊。啊，听着，哎，谁？谁说吃啤酒？说什么什么什么？吃啤酒咬得动吗你？说谁？谁？说吃平头？平？多大个嘴把脑袋塞里我？平。葡萄，哎，吃，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姐跟我俩这玩柔道呢，是不是？怎么一句话拆这么多句出来？快点说，连起来！哎呀，慢了都能说，快了更能说了。听着，谁？不，什么东西？这还你不管对不对啊？快不快？你再慢点，行吗？你再慢点，稍微慢一点点啊。谁？不是这个，比刚才那个慢一点，比这个快一点。谁？吃葡萄皮，不吃就完了，这就完了。哎，对，得亏你是最后一个上来的，要不这个话筒啊，下一场都没法用，你知道吗？我都怕你这唾沫连电给你电死。完了吧？说不上来了，对不对？牙结石都摸了，真恶心！哎呦，我告诉你，你这说不了，明白了吗？这个东西，你再来俩，我再来十遍，你也不行。你再来，知难而退，懂不懂？差不多得了，留个整脸儿。那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拜拜王贵儿，挺好的吗？这不就是？虽然刚才这个没怎么成功吧，这个，你再来，我来十遍，你再来，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再来，你累啥小？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别动啊，我没动，压根儿也没动，你别走啊，我不走，你各位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他说的时候啊，他是上嘴唇啊。一碰这个下嘴唇他喷了喷泪的，他就说出来呀啊！你看我说的吗？我是舌头跟这个牙啊，还有嘴唇，我都用上了。废话，你舌头跟牙，你不是舔牙结石了吗？那刚才不是，我都用上，我说出来，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喷了喷泪，嘟嘟嘟，哎，说出来了。你瞎找窍门就不可能。你看啊，你看看，不可能我。你听，你想想，我放松一下吧。放松。真恶心这嘴啊！水，吃不吐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是不是？滚！等会儿。哎，你看，你再试一遍啊！水，吃不吐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再来一个，吃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再来一个，吃不吐葡萄。也不知道下午有没有演员拿这擦脚，我告诉你，
你这个干嘛老说这句？好使呀、啊！好说别老说呀！不到边儿，这不到边儿。哎，越来越像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那当然了，我能不能当班主吧？你先当上副总再说，好不好？先当上副总再说，好不好？行，哎，要不要挑战再来一个？可以，再来一个，好不好？啊，可以，再来一个啊！想想啊，听着啊，来这个，说，反正疫情超点了，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哎，喇嘛知不知道？喇嘛知道啊，真知道假知道？南边那个地上也有西藏台，啊，喇嘛知道是吧？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塔嘛知道吗？塔嘛知道啊？什么呀？海鲜吗？那不是鱼吗？那不也是海鲜吗？哦，对哈，也是啊。行哈，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哑巴知道吗？我想让你知道知道。这你话太多了，要里别这个喇叭，喇叭着知道知道，肯定是乌拉巴乌拉巴，知道是吧？我自己说用不着你，哎，好嘞，听着啊，我们绕口令由这四个词语组成，听好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叭，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说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的塔嘛；提塔嘛，喇嘛就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那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再见！哎，还想跑？我告诉你，就怕警察来抓我，要不我揪着耳钉给你蹬回来。我告诉你，背，你不挺厉害的吗？你不挺厉害的吗？来，来，你不热热热热就行了。来，来，哎，嘿，啊，我先替你来，啊，水。你们都别走啊！你凭什么管人家？这都别回家，我跟你说，蛇，蛇，蛇在那边来了一个，说呀！你等一会儿吧。怎么了？你等一会儿吧。你看见没有？嗯。他这个绕口令啊，都是打南边来的。那个老头打南边来的，这个喇叭打南边来的，这个西边跟北边没人了是吧？你看我南边不往那边溜达，那边怎么可能有人呢？真是的，就这么说来，啊，哎，谁？谁？谁在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嗯，手里边提了一个哑巴。什么？提了哑巴？提了哑巴，笑话吗？对呀、啊，哑巴是打北边的自个儿来的。哎，装什么孙子？你比谁都明白你。吓死我了！说，赶紧的。谁？嗯。是的，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啊，手里边提着七百斤塔嘛，七百斤，你等，五斤不够吃，那不行，你不能按你的饭量去衡量人家，这不是七百斤儿，五斤，你是看着是五斤，对着就不够，那不行，别叫这就五斤，那不是塑料袋提了回来的，是拿一电子秤提了回来的，就写着五斤，随身电子秤5斤啊。哎呀，说相声真严谨，哎，谁说没有热带性海洋气候？气死我了！就是有啊，谁在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边拿电子秤提了一个五斤塔嘛。行，我算你过了，来。哎，说那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一个喇叭。哎，说那南边来的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着塔嘛换哑巴，塔的这个喇叭。哎呀，真费劲。好，就是他，哑巴不乐意换。哦，不乐意。哑巴为什么不乐意换呢？为什么呀？因为他看出来他那个塔嘛他不够5斤。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他上面冻着冰呀。哦，有电子秤也不行了，这还冻着冰呢啊，冻着冰、啊。哎，对了，他不够5斤，哑巴他就不乐意换，哑巴不乐意换，他又不悬啊，他是废话，他说不了啊，对，他又不悬。那个喇嘛呢，还非追着让人家死乞白咧的想换他那个。你这个剧情怎么这么多呀？你就死乞白咧的非要换啊，哎，非要换，哑巴就不乐意换，啊，哑巴不乐意换，哑巴就说了啊，哎，什么？哑巴怎么了？你是不是聊糊涂了？现在全完了，呀，